好，现在我们来做这个左手边的这个护甲啊。啊，这个制作的方法都是一样，跟之前是一样的，我这边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可以比较快的，观看一遍吧。你们在看教程的话，如果有一些比较重复的一些地方啊，大家可以就是尽量的快进，不要按原速去观看，这样的话太浪费时间了。你们尽量的去快速的去看一遍就可以了。周围的点要把它给删除，然后这边也是中间就要给一个倒角，然后我们也是要做一个这个凹缝，同样的方式就要进行一个倒边，然后观察一下这个效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我们这边的这个细节给复制过去。把这个就是 Choose Smooth 全部给关闭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全部塌陷成一个整体，把它给复制到左手边，镜像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再去做，就是它的手臂上的装备，再复制两个面出来。
放大。啊，有了这个依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去做了左手边的这个装备。我们在观察的时候，最好是进入到透视图里面去观察，那效果会比较好一些。好，我们再做这上面这个小的一个细节，挤压出这样的一个形状。注意一下像它的一个位置，不要陷得太深，尽量让它这个边缘的厚度还是能体现出来的。这边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倒角，注意一下这个穿插关系。啊，差不多这种形状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个出来，摆放一下位置。
F 是一个，好，把它放这边来，先稍微的放大一些啊。把这个高光给加强，观察一下效果。好，我们准备是做这种黄金色的盔甲，所以说现在先给一个简单的黄色基调，观察一下效果如何。那再复制一个这样的一个片。好，摆放在这个位置，放大一些，这种就不爱去制作新的一个效果了，就用重复的这个片去制作它就可以了。啊，同样的也是把它给坐标的中心归零，啊，镜像过来，观察一下效果。好。